说他的路这么长。从今开始来介绍咱的贵宾，啊，咱现在吼，啊，咱中华区咱大大酒，张总理，谢谢，啊，现在嘛欢迎哦，啊，咱国民代表杨雅君杨代表，还有我们一张股份跟李长，还有我们彰化县县政府新闻处处长，我们李俊德李处长，我们欢迎。雪茄家徐总，我们的彰化市，我们大家长，我们林世贤林市长来为我们致辞。希望这个案子啊，是彰化县的第一个 BOT 的案子。希望啊，这个案子成功之后啊，大家对彰化未来的整体发展有很大的帮忙。我相信这个案子如果成功的话，那未来在其他彰化要推动 BOT 一定有很大帮忙。那我们也很愿意跟县政府再合作，将省属省彰的，就是卫生局的那1.2公顷的土地，中彰化市公所拥有47%的土地所有权，我们也无条件的来跟县长签约合作。希望有一个第二案的成功，所以这个未来这个整个区域啊，会变成一个绿园道商圈，这个会退缩，然后贯穿到彰基，然后未来到这个卫生局那一块，这个形成一个广大的一个商圈啊，对彰化市的整体发展一定有很大的帮忙。有了第一个经验，我们第二个就很快。我们第一间百货公司进来了，第一间五星级的饭店就有地保跟心想到，就在我们的鹿港啊。那所以说，我们以后这个过去对面又我们另外一个 G28 的一个 BOT 案，不过现在7月送进去，我们中央到现在还没出来啊。那我们还期待说那个尽快土地让我们变更过，那我们后续的招商就能够更快啊。那还是谢谢中油，这个慧眼是英雄，选择彰化这块地，我那一天用过，很棒啊。那这个可以提供给我们乡亲在这边购物更好的一个这个休闲，那以及呢采购的一个这个空间。那我要特别谢谢中油这段时间来，不管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彰化优先这些小农，他们也提供了他们台中的一楼，让我们小农呢能够到那边去展现我们彰化农业的实力啊，透过他们的 APP 帮我们的彰化优先啊给我们 promo， 然后就透过他们的这个精品，我们有18间的精品哦，也透过这个走秀啊这个平台来做相关的一个合作。感谢啊，咱彰化县政府啊，跟咱彰化市公所啊，也这几年来一切的配合。啊，咱这 BOT 案，只要我都顺利啊来动工，啊顺利啊来建造，啊，咱这个 BOT 案，听讲恭喜咱县市合作的一个指标了吼，一个标杆。关键咱合作，啊，咱地方才会发展，咱地方啊才会使繁荣。啊，所以咱中华百货啊，希望讲伊三年后啊，人讲真正开幕以后，相信会带动咱彰化市的这个繁荣，甲彰化市的这个商圈的更加啊这个发展。这一阵子以来，我们谢谢公所的团队啊，林市长领导的公所团队，以及我们县长王县长领导的团队对中华百货的支持。那目前我们有按照进度啊，在这个审议，那我们希望一切能够加速进行。那我希望在大家的配合之下，我们尽力的来完成。新闻第一转案，蔡拆除动工典礼，典礼开始。最高恭请咱彰化市市长林世贤林市长请就位，恭请咱县长王惠美王县长请就位，请全体所有咱的贵宾。盛世大德，请就位。行献典礼，献再献三献礼成。行献名礼，献
再现，三现，你先请平平，平现绝代上不利，现再现，三现，你先请平绝代。啊，恭请咱市长吼，啊，担任主任官，请一位。市长林世贤，彰化县长王维美，率领咱彰化县议会及彰化县地负债，庇护众生，万物均沾欢迎，提升市民生活品质。带动以上，天文岁主零一年农历十月十七日，停锁三百拜，再拜三拜，你先请停锁，即将三，即将内行，阿姐妈吼，阿强推。开工铁路大吉大利，第二回，时间顺时，人车平安，第三回，冠气象昌隆，造福市民，气运昌隆，咱破声破破声嘛，啊，非常感谢咱苏贵宾，感谢感谢来宾，谢谢。工作人员把那个陈医师跟潘子茂来说一下，谢谢。是彰化市的第二停车场新建营运转移跟动工的一个典礼，这是彰化县第一间我们这个要设立的中油百货。那有了第一间，我们第二间在我们五星级的招商就顺利多了哈，这个都是 BOT 案。那彰化啊，正在改变百货公司进来投资，我们大埔节水沟也发包了。那以及我们几个停车场也正在实践中，那我相信再来衔接到我们 B 二我们的 G28的这个BOT 案接下去之后，会把我们整个蛋黄区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型，也欢迎我们所有愿意来投资的我们的这个伙伴们，那我们场报我们呢展开双手啊，拥抱大家，希望大家多来彰化投资，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。那也呢，为我们彰化的这个经济共同来努力。期间的确停车位是有一些困难，那县政府也跟我们协调，跟我们协助哈，输出有建国科大这个临时停车场等等啊哈，我们都有一个配套措施，包括这个署章就是卫生局。那个停车场也都会来补充在施工期间的不足，那营运之后停车场就非常的充足了，那也可以提供1000位的停车位。那我想这个案子对彰化整体的经济有非常大的帮助，尤其是这个是彰化县第一个 BOT 案，也是台湾唯一一个由乡镇施工所推动成功的第一个 BOT 的案，这个是有指标性的意义，所以透过合作，我想还是要强调合作，如果没有合作的话所有的事情是不会进步的，所以大家不应该有党派的立场，为了建设，为了经济的繁荣应该要充分的合作。我想这个未来对彰化整体的经济，除了对彰化整体的经济有很大帮助之外，把彰化的消费留在彰化，把税收留在彰化另外因为对彰化施工所的财政有很大帮助，彰化施工所的财政原本就非常稳定了，就没有负债了，而且每年都有累计剩余7-8亿左右。那这个案子，我想对彰化未来整体的市政的财政更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当然不会立即就说要提升这个福利措施，我想经济的发展还是最重要，唯有经济的发展，所以我们未来还是会加强经济所有的经济的建设，让社会大家都有就业的机会，有就业的机会，当然政府的税收就会更稳定。一时到金腿开工第一腿，开工铁路大吉